哭，今天让我给你抓凶手。这里面谁把妹妹的城堡砸坏了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都不承认是吧？今天让我把你们抓出来，你们可就完蛋了。韩正阳是你吧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他吗？妹妹，你在这里什么呀？我在跟城堡啊。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？不行，城堡是公主的。哼，妹妹真小气，你的城堡会倒的。是他吗？儿子，那就肯定是你。能不能来一次别冤枉我？又说我冤枉他。哇，妹妹，你终于出来真好看，我可以跟你一起玩吗？我不要和你们臭男生一起玩，这是公主的。小气，这上面有脚印，只要你们踩一下，我就知道是谁了。不好了，给我踩。韩正阳，你先来。不是你，走吧。李香依，你来。也不是你，走吧。会不是你踩的，你给我踩。你看就是你踩的嘛。是我自己吗？